是全能洗地吸尘器 B12S Detect Slim Submarine， 然后最大的不同点是它多了一个洗地滚筒系统，跟平常大家所知道的湿拖鞋是不一样的。湿拖我们想象它是一块抹布，抹布沾到脏污，如果你没有去清洁，其实它是把灰尘跟脏污从 A 点带到 B 点。简单来说，它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设计，清水箱、污水箱还有滚筒，前面有一个刮刀，会可以做到刮污的功能。所以我们是在转动的过程当中，它会先把脏污刮到污水箱里面去，然后再注清水，它是一直不断在重复清洁的过程，每分钟都可以用清水去洗地。